我叫田维维，我是一名肚皮舞老师。维维你好，我特想问一个问题，因为刚才你跳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整体这个位置都特别要使劲儿，然后呢也觉得运动的就是那个律动特别美，是不是跳肚皮舞就一定要留出这样的富裕才可以跳得起来呢？其实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，很多人会觉得肚皮舞需要胖人跳才好看，肚皮舞真的是不挑身材，不挑身高性别的，只要你喜欢就可以把它跳得很好看。肚皮舞当然要有肚皮，不买地方肚皮也很大。完了，你第几个月了呀？我这个看心情，吃饱了以后是五个月，没吃饱是两个月，有三个月的弹性。我相信马丁老师如果跟我搭档的话，肯定会有非常棒的效果。你这样，哎，马老师有时候有点白谱。哎呀，这就开始了。来了，马丁。